好，又是八殿堂的盐巴，看得出来。好好吃哦，品尝。他们可能爱吃辣，有在吃辣的人应该会觉得，因为我实在是有点搞不清楚他到底是不是搞，不是你搞，你刚酸的你也搞不定，你搞不定，到底搞不清楚。我拍的太累。现在眼镜王三轩准备要吃的东西是，一个是好吃的韩式拌饭，哇辣的，两个是极辣的韩式拌饭，极辣。三位都能吃辣吗？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谁先？轩轩先吗？还是轩轩？还是轩轩？哪一个轩？都是轩。林小轩先。林小轩先，好。一样的，一样的，一个是留给他们吃就好。好，又是八殿堂的盐巴，看得出来。好好吃哦。他们可能爱吃辣，有在吃辣的人应该会觉得，因为我实在是有点搞不清楚他到底是不是你搞，不是你搞，你刚酸的你也搞不定，你也搞不定，你搞不定，你到底搞不清楚？我拍的太累了，需要帮你挂号去看一下胃。你有确诊过是不是？确诊过的时候我也觉得异常。哦，林小轩完了以后，黄宗轩，好，看起来没有很大，对，是不是会有点错觉？还蛮好吃的，真的蛮好吃的，蛮好吃的，是吗？这道有辣没有？因为我们平常没有爱吃辣的，我看卓大轩，哎，我不要吃菜，干嘛挑食啊？就看起来菜感觉会多含一点辣，对。是不是？是不是有点怀疑自己？辣吗？甜辣？不是我的问题，是你怀疑饭还是怀疑他们？我怀疑我自己。是，你觉得是谁？你看到什么？你看到什么？我看到三轩哦。讲重点。重点就是，我觉得应该是黄轩了。我觉得正常是黄轩。是我吗？为什么不是卓云轩？对啊，因为他也觉得好像是卓云轩哎。你们都认为林小轩有吃到的？主要是因为林小轩他很难猜。所以干脆就辣掉不拆了，辣掉就不拆，酸的太吃不出来，吃不出来，然后辣也吃不出来，看来经营都一个重心啊，对，重心，吃到的辣，是因为吃不出来的关系，吃不出来，我们三个也不知道演的自然，对，就是黄轩跟卓文萱两个选一个，是，对啊，就他们两个选一个，来，我们猜拳，数学出去决定，代表我们大家，好，猜到了我们就吃，猜不到我们就看他们吃，你们两个决定好了，因为我不想吃辣，我怕辣。因为我得去试啊，如果哎对，好来，两个男生嘛，加油，来，我要吃鸭肉，好，你去，哇，你刚有菜吗？有啊，我刚这样子，哪有哪有菜？你不相信是吧？来来，剪刀手，不，好去，厉害，他最怕辣，真的，哪一位？等一下，他真的怕辣，他真的怕辣，还蛮信，我去，不行不行不行，先说哪个？先说谁？你说你要去的话，不行不行不行，你怕辣，再再怎么也是我送你去啊。好来，不行不行，为什么不先说？他要演多久？是谁？你要演多久？快点，谁？卓文萱，票。卓文萱知道辣的啦。去哪？那去哪？你是演的吧？你是演的吧？花，你先直接喝掉吧。真的真的，你要你要你要，可以辣。真的辣啊！真的啊！哪有那么辣？我就不要吃了。你夸张哎！其实蛮辣的。你夸张辣吗？蛮辣的。就说我们是辣妹啊。好，还有两位，还有两位，请问是谁？虽然已经输了，是吗？我刚刚猜是黄轩，好来，那要不来？要不来？我来试。好来。可是秀玲姐不敢吃辣哎。哎，那你吃就好。但她是不是原本就有辣？无瓜辣，差一点，真的是黄轩。当你出来就好，差一点点。其实很辣。压你，我的鸭肉黄。你现在懂那种感受吗？每次你要猜错，你说哦哦哦，真的有看哎，真的有看，真的有看哦，每一个都这样啊。哎，你们今天其实很辣，我耳朵好热哦。你看，就是我看。对呀，我觉得你有吃到。哦，好不好意思，好苦啊。喝点，谢谢。补充维他命 C。谢谢。真的，你耳朵真的一下就有 feel。耳朵好热，刚刚。一下就有 feel 了。先不要，它炒一点点那个辣的。
你敢吃辣吗？吃一小，你敢吃辣吗？他是吃不辣的，对，他刚吃辣，所以现在要不要吃辣的看看？一点点就好，你吃半，你吃一半就好，吃一半就好。有感受到吗？他是不是一开始还好？刚吃的酸的，辣吗？很辣，辣呀！我后来发现，因为我的汤匙上面没有辣油。他们的汤匙上面真的耶，我们的油辣，我们可以吃鸭肉了，谢谢陈哥。